几级塑料，几板，还有几箱加购。根据八天后这个十一月十三号下礼拜会有一部介绍八田雨衣的那个动画，是动日本动画。他就讲说他怎样让那种迦南平原那边本来其实是一个会干旱的地方，可是会干旱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北回归线经过的其他地方都是沙漠，所以突然间看到这个故事的介绍，才发现说不知道是这个是不是过去干旱的原因，可是他就是想尽办法要去见到我们迦南大郡山头水库之类的水利设施哦，的那种感人的那个故事。我光是在台湾版的电影的网站上看他的预告片，就已经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然后他绘画风格有点类似宫崎骏的这种很气力典雅风格，光这不是宫崎骏的那个作品哦。当然，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这个是很多网友都批评说那个八田雨衣明明是日本人，为什么电影的代理公司因为是怕小朋友听不懂看不懂，就一定要把它配上母语的话哦。然后很多的网友几乎都觉得说，鱼那个时代又不是国民党时代，应该是不会有母语化那个时间，虽然不是唯一，蛮可惜。因为其实如果是日本发行的卡通，假设说他的剧情并没有对台语的部分没有讲的说他都不讲日语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应该还可以接受说那是日本制作的那个东西，更何况这是一个日本的产在台湾最南部有非常有恩惠的啊，可是既然电影公司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市场，因为很多媒体和电影公司都在台北，大概他们去不了，他们真的很可惜，没有真正了解东南部的环境，不只是那个历史，这些历史典故其实过去像彼此的新闻台都已经有过分新闻专题历史回顾的报道了，也让我们想起大话有一阵子介绍台湾的日治时期的一些很优雅很绅士的精神典范的，他利用很许多过去的老照片来证明台湾过去的日治时代的那种很不错的感觉，那好不容易发现一部卡通的出现，要不然我也蛮希望说，如果这是民进党执政时代，是也可以营造那个比哈波一博士也来好好的去推广这部动画啊。那如果他推广的既不是日语发音的版本，就很担心我们的观众会看不下去了。好，谢谢。多谢老练哈、哦，你五点外嘛有考入去迄个绿豆工作室，甲陈思奋教授、甲简于燕、王定宇吼、哦、三个人三口组，节目内底嘛有讲到这样代志吼。因为空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拢有咧听，所以较不一定知影。虽然啦、啊，伫语言的使用吼，语速是较中性啦，因为咱要互遮真正台语袂晓的囡仔吼，看到这款较有记录性的。较不是趣味性的吼，你若无语言会通，拢总爱看字幕吼，爱用日本话发音吼，真正因会忽略去。所以为着要深入敌营啊吼，用普通话，就是无反对。亲像我去甲眷村，去甲有时候老挝啊，团体，我嘛接上甲演讲，因大家嘛听甲破啦，但是我会使利用迄个机会甲因洗脑。所以美国有迄大中国主义，所以语言唔要紧啦吼，咱就开始接受啦，希望将来会使出台湾版的吼。二二四六二一八，还有几声，请讲。哎，六六。很多就好用的呀、
阿姨啦，我事后甲你讲，迄、那个电话美国迄我有甲你卡吼，伊讲诶，啥物迄个包裹派去啦，啊，所以就讲伊甲你退件，啊，所以变作讲你若未，你也查迄个社有甲你入来无？啊，迄间公司你也甲问，诶，毋是啊，迄个美查公司也甲问，哦，看怎样甲你退转来，啊，重新搁甲注文安尼。啊，你无你爱对迄台湾去查哦，看有甲你入来无？退现看有啊无？哦，这阿姨啦，你再去查看卖吼，因为我即马也伫线上不便讲真济吼，但是主要就是讲有讲有退啦吼。诶、哦欸，咱赞达哩讲，有做台湾夜市看袂着视讯吼，不过即马会使呢，台湾夜市顶头吼，诶，张医师即马佫拍一个字入去内底吼，我写一个 OK， 啊，你也看卖啊，迄个 OK 有出来，哦，若有出来就表示讲，迄、那个视讯有完阿弟个。哦，啊，那无吼，因为我只看到网络内底，我迄个图像人是有咧震动啦吼，诶、欸，啊，空中，我即摆甲拍迄 OK 两字落，两字真正无出來，所以是毋是暂时有迄做雷格雷格，还是安怎我毋知啦吼，所以迄做，诶、欸，哦，你用 Steadicam 可能看无，所以你若用 Triple W 打台湾 Yes 打宁。哦，伊啊，我这边无甲你 off air 呢。诶、欸，这什么原因我唔知道，因为我即马刚才知影讲奇怪，我这边拍字落这样袂入，所以呐线上吼，咱了有朋友，你会使拍一个 yes hi 啊，我看这边接袂到的，那接袂到，我会字落入去，即马我会字袂入去，所以有可能有啥物技术上的问题啦吼，真歹势，因为拄啊一直到即马我看迄个相，咱伫电台的卡米拉嘛拢。记了清楚，拢还搁咧行。连迄个做我对咱的荧幕顶头看到我家己的相嘛拢有出來，所以问题出伫倒位啊，唔知影。咁 off air 吼，啊那 stick up 袂使看，安尼就会使啊。哦，啊其他我都唔知道。好，咱来接一空中，迄个做可以的电话你会使打控诉台中的吼，二二四六二一一八，欢迎之声，请讲。哎、欸，对对。嗨。嘿嘿，不利用。这里爱1500度以上。嘿。有这拢知啊，嘿，蛋白质结构拢知，伊是一个有生命的，但是毋是病毒，嘿。伊毋是病毒，就是一个蛋白尔，伊阁无迄款病毒的外壳，嘿。可能伊的本身迄款的特质啦吼，啊，这你若要问甲讲，伊这个物件在问生化较知影，我临床敢若知影讲伊的结论。就是讲，因为高温吼，到我1500度以内，伊也无袂死啊咧。问题就是，所以咱才无落预防啊。困难伫遮。咱普通煮的拢100度尔嘛，你煮物件拢煮100度，啊，烘的嘛都烘到800度尔吼。所以伊唔敢反对啊，对，无，伊嘛知影，伊嘛唔敢反对啊。即届你看咱
你若做标过来时吼，讲十七以前修法正常拢袂使入来，伊嘛拢唔敢去乱。